太无聊，等太久了。完蛋了。
際は降車位置ですが役立つ。
哪？我现在在什么东西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我的决定是，我要再去搭一次缆车，还是我？啊、你去，你就要去。你有什么东西忘记了？我不就说我 OK， 好了，哦，好。
たらスキーの噴水を上げてください。太久了，我关掉。对啊，那我开就好。啊你。
住一天多少钱？一万一啊。住一天就要一万一？合起来一万一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我问你住一天多少，为什么决定不买？一万一的话，我觉得啦，这里买大概我能买到两万就够笑。那两万多一件裤子，其实我也没有要用啊。两万多一件裤子为什么没有要用？啊，买了就用啊。那他没有算你便宜一点哦、喔。这就是便宜一点的，一天花多少钱？不到一千五。但是我是说，你又没有借衣服。对啊，这就是单件的钱。啊，单件哦、喔，他是一套多少钱？一套我也没看。我跟你说，最大的问题是，起雾起得很严重。起雾，那就是太热了。我就一直在擦，一直在擦，一直在擦，又开始，没事下来没擦，看不见路，我还摔倒了。我真的看不到路，我也搞不清我滑到哪里去。哦。然后就滑到一个掉下去的地方。雾太，哎、欸，你直接不戴面罩了？对啊，直接不戴。是哦、喔，我觉得戴的没有什么意义。对。我就先试试看，然后也搞得雾很大。我猜不会太热，我猜不会太冷，不会太冷的话这样子刚好。我猜你把面罩拿掉之后，就比较不起雾了吧？我现在有面罩吗？我面罩已经早就在下面了。对啊，但是它就搞得我雾很大，很惨，我雾很大。所以你，欸，那我用手套就好了，把它跳给你。那我用手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用啊，你手背上没有吗？我手背上我是这里，但是我上一次也是搞手套啊。哦，那你手套要对手啊？左手哈。对啊。那就好了。好像不大。你热身够不够啊？还可以。我的热身就是在楼梯上下来回两次。但是要该拉的筋要拉一拉。所以他就借了你一条裤子。对啊。我不知道啦，我是你，我手三万我真的花不下去啊。嗯，我已经对价、啊、我价值观已经没差了，但是你讲的有道理，就是三万如果租起来一万的话，那个数字一比就出来了。我觉得就那就租出撑一下租吧。也不是一下，就是租嘛，这样我只要多花，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物价我要花那个时间去逛。逛没有，就是雪场休息后，我就说今天晚上可以逛、啊。不是，我说这里的物价很贵、哦，我觉得顶多花了两万就叫便宜，那两万跟一万比，我叫多花。既然如此，用多花的角度去看，那多花一万就好了。对。没有，我的计划是租一天，你又不告诉我租一天多少钱。重点是租八天有便宜，而且重点是那个比较值。你还是不跟我讲租一天多少钱？我不是不肯，等一下去。所以你不知道，你是没问是不是？啊、我是说两千还是一千五还是多少？啊，即使这样我不就讲了吗？重点是一万多比啊，除非我等一下去逛店，然后看到一万的，那我才一万五，那我才会后悔。但是我觉得几率超低。刚为了拿票给你，我没拉拉链。太危险，几率超低，那我何必花那个精神还跑出去逛逛半天累死？随便你。对啊，其实都是你的钱，我也不用帮你省。你说买三万的裤子你就买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用地狱券？有啊，用掉。好，那就好，我还怕你忘记用。起雾好。很平，所以会停下來。那、啊、早上就不刹车了。你当然还是继续滑这个车一次吗？应该是吧。因为我要跟你说，有个地方下去以后超平，我每次都要爬很久。
着讲，我不太受控就是了。我的脚还是会乱滑，还会自己绊倒自己。干嘛？差点刮到下面了，差点要那个。算拿着啊。对啊，我压着就忘了这件事，刚刚不会抬起。你也弯的棒棒。对啊。我就眼睛，你有雾吗？你现在没雾？没有。哦，我里面都是雾，好烦哦。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就是额头跟脖子会变。我一看就是额头人，能不能拉我的八字光年照的感觉来了？我看比阿夫，完全看不到羊蹄山呐、啊。现在都看不到了，完全雪竟然变大了。完全看不到，因为这是飞马岭，就是狂，但是缓到会停下来受不了。那你对，从那个坡上就，你说前面这一段不行，这一段因为它到这里是翘起来的，看到翘起来，所以我完全滑不过来，看到翘起来，我没有一次顺利滑过来过。不刹车也会过不来，过不来，上不来，因为它太翘了。从上面那个那上一根那个灯柱，右边灯的柱子那里不是一个坡吗？从那个头开始冲都没有用。你说这个柱子上面？灯啊，我说是灯，这个是缆车。你有看到灯吗？看到。右边不是有灯吗？从那里开始也不行，你是直板。不行。对啊，冲不就是直板吗？一路直板都冲不上去，因为太斜了。恐怖！因为它是翘起来的啊，所以就上不去，然后晃退半天。然后那个 Welcome Center 右边 ，Welcome Center 以及缆车站，这是缆车站啊。Welcome Center 在更右边停车场，就是我们昨天走路的、哦。对啊，要在更右边，一堆车子那边。哎，一堆车子那边。但是我们没有跟那些人挤啊，那连买票也都在那边挤，所以。我们都走无人路线，然后 family 他们早上他没有碰我手机，是他报号码给我，我输进去、哦，然后他看看就给我。因为是 corona 的关系，我也怕，我也不想给他碰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这个号码传出去就完蛋。为什么？不会变。明天早上看看是不是这个号码、啊？定一样。那也没什么，那就四码0148。就是。那他要看判好的画面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账号要交给别人，这本来就……你说试图卖的人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也是的。对呀、啊，它里面没有信用卡资讯吧？我是说，没有，不会直接就可以买票已经存好了，那就糟了，那就更不能给别人。如果说完全没有，你要再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再刷卡的话，那就还好。我的背包都有在吧？我其实不知道是里面肩带掉了还是什么的，我现在肩膀一直有东西滑下去的感觉，很烦。我现在左脚在忙，每次都这样。你说鞋子穿太紧吗？就脚还不习惯，要一两天吧。滑起来没有走路的脚痛，还好。走路因为他都帮你脚踝固定的，没有我里面空空的。什么空空的？你没有穿紧吗？脚踝那边鞋子是松的。脚背呢？脚背有没有松？脚背有啊，那就好。但是脚踝是松的。我的鞋子可能真的太大了。走这边吗？还是走另外？走这边啊。然后我就一开始下车就掉下去了，因为我看不到路，然后我就单一就往旁边。你说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凹下去，因为它可以换去旁边的路嘛，所以就凹下去，菜我又要爬上来，好累啊！走错路就是，因为我就一开始看不清楚路啊，然后我就掉下去了。所以我换，我现在手也那个血迹是清楚的，不然我就要开始擦，因为刚刚就这样直接下，我就下去了，然后就是爬上来，累，所以你要看清楚路。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里也很缓，所以就我刚刚就这样咚咚咚才掉下去，吓一跳。慢慢滑，你说我先滑。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姿势是不是很丑吗？说这里很难上去，没人要走这。对啊，那我们要换了吗？要换啊，但是还是只能走这条路。哎，不对啊，换就是走左边。对啊，说现在就换，对不对？看你啊，我在这边，你在，那就走过去吧。要不要再热一趟？
是刚刚往下下巴跟额头会定。下巴？对啊。你脖围不在脖子上啊？都没带，在背包里。啊、我在 check 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就是 check 的时候发现，嗯，背包啊，不，不是背包，脖围，然后背包，然后就放一在背包里。站等你超久的，我就想说，你就已经说你在房间超久，但是我不是要你等我的意思，然后我只是汇报进度而已。然后我就跟我电话上我跟你讲说，那哎，那你该换好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我有这样讲，没有快哈。慢吞吞，我以后都不要等你，你等我，我不要等你。我要求等的时候才开始，因为我知道没那么快，超慢，不是没那么快。所以我，我这样好像就比较没有水汽了。我看一下，你说把面罩拿掉？对，我想说，啊、这应该都结冰了吼，再也拍看弧线了，我觉得是应该都拍不掉了。嗯，我因为我有波纹，所以我下巴。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？天哪，你那层。那个中层帽子为什么没有戴起来？我没有戴啊。你很呆耶、欸！你看我，我叫这八十公斤打扮，所以那个就买这个衣服，就是它内层戴起来先不管，头就不会冷、啊。后面我卷起来，你算有吧？有没有积血？那就好。我有卷，我有卷。我是说，等到觉得冷的话，我才把它穿进去。你现在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有些边边都结冰了，你这样穿起来会很冷。嗯嗯嗯。但你这里就冻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嗯、我不会再流鼻涕吧？哇！哦，天变亮了。嗯嗯嗯哦，原梯山还是看不见。是啊，应该等到礼拜三吧。他们不是滑四天，所以他们的票是从给他们从礼拜六开始嘛？他们会夜滑嘛？所以我开到八点、欸，还只有这一条、啊。而且就是这一条，只有 family 啊、喔。对啊。啊！但是又冷又缓的，不要。冷死了，不一定。我们的票可以晚上吗？好像可以吧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啊。因为滑上次在什么 Cortina 滑过一次，太冷了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是太冷了。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今天预报说负九，也不知道现在是几度。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住的地方跟数字有关。什么？我刚讲温度是负九。你看我露出来的脸有多少？你就你的刘海都结冰了。是啊是啊，我那是额头区，我说脸上区嘞，都压着，几乎没有。欸，那这样还不错啊，所以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滑是 OK 的，戴口罩就好，但是下巴要不知道怎么，就脖围护着就好了没？嗯嗯嗯，好啊，这就是下午的计划。那就护着的话，那就把它倒过来就好了，往上洗一个就好了。倒过来，因为这边是自搭那一区，脸的那区不用吗？就用脖子的那里啊。嗯嗯。它是护脖子用的，口罩本来就要换新的嘛，口罩也全湿，也该换。这样子搞不好面罩也不用换，也不用洗。我今天要洗，因为它今天有罩在我的口罩外面，脏要洗。怎么洗衣机都带来了，我要把它用光才要回家。那我那个嘞，我说不是啊，那主要是袜子。这就我看一下，我都有罩好。嗯，而且。而且镜头上都一点一点点，但是镜头没有，所以没关系，还不错呢。我有，他有在充电，有在拍吧？没有充电呢？为什么没有充电？有啊，我刚插上去的时候，它有亮灯呢。不然拔掉再插一次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再弄，现在先不要弄。看我。你该不会下面脱落了？下面，等一下检查，还是那个线有问题？啊，有一下，有一下。
你去旁边呢，不要挡这边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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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远了。检查下面吧。我踏上去的时候，它有亮灯呢，所以我就你现在都尽量不要动，然后我们拿出来看它有没有在闪灯。有亮哎。对啊，啊，为什么你说它没有抽？因为上面它只有一格电池的状态。啊，那它这样没有在充吗？应该有充，只是高破自己不觉得。他觉得太冷。我也不知道而已。吗？哎、欸，懂了。我拿我的照片来。来来来，借我们看一下。看不到，到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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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，反正就去了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也不是现在解决。很难滑的来这一道，嗯，是是是，都要脚推半天。那我们就往上坐吧。好冷，还好我穿中层，这里这么冷，应该是需要，因为这里是北，毕竟这里是北海道，应该需要穿。之前都觉得不冷不冷不冷。先上再说。
站起来。好好，很好啊。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样很轻。放一下。那你放错了，你应该在胯下的。什么叫胯下？它不是应该在胯下吗？什么叫胯下？还是四个人坐？是三人坐。我让他在中间，所以他在我胯下，所以我两脚各一只。很好啊。为什么上缆车？这里的上缆车很辛苦。你看左边那一个座位上都是动不了，动不了。是他两个是同一个车吗？不是。我们累掉了。你要走？肩带都掉了。哦。要去上厕所，去哪里啦？那这样，什么时候要上厕所？而且依照我们观察那段走的路，感觉不会回旅馆的。我是说什么中午回去喝水，或者什么回去，感觉代价很大。哦，我觉得它楼梯有点窄，走下来很害怕。对，很小心的走路。哦，它只有12分之6，它很短。哦、我们是27分之6，还要拉很久。哦，好冷哦。嗯，很冷。我觉得很冷。哇、哦，好冷，好冷。会不会是因为要坐很久，所以他们加这个棒棒？但是之前那个没看过这种棒棒哎、欸，从来没看过。嗯。这也要放慢？没有啦，可能这个人怎么？有人上车比较慢，像我有一次上车。前面的人走了，然后我傻傻的站在原地，没有往前，就一个车子跑掉了。太松太松，他只是因为太松，他是跑缆车下，他为了要那个松懈，然后就摔倒。他没有说，他可以说，他会说他没有说，他只是用松懈。所以这个人也要来，对不对？就是，他是走正常路线，他是走歪路，这是正常路线。他也想来吧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要。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客様ご用意。口罩有点湿，口罩有点湿，湿然后加上很冷，口罩就跟以前有一次我们去哪里啊，新野吗？富二级的那一次，面罩都结冰，然后贴在嘴巴的鼻上，快冷死了。哎，对，哦哦哦，这个是没开，对，他就，好冷。这样子，结果借到的情况就是有点短，我借 M 还是 S， 有点短、哦、短，对啊，你现在是悬空的，没有盖住你的裤子，没有裤子，那鞋子，那我的不是垂在鞋子上吗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坐下来我有套住鞋子啊。哦，好，反正不要跑进去就好。哦，这里拉好高啊。他的这边的直线。啊？ Admission may be restricted to avoid congestion. Inside a building.Please wash and disinfect your hands. 这里应该不是雪，这里是雪道吗？左边。山的那个
什么 Olympic 还是什么，也是很斜哦。哦，有线啊，应该是不行的、啊。哦，有线，看起来很妖艳。有啊，那边有围边边的线啊，我觉得这条是、啊。我是说边边的线是它不是吧？它挡住了吧？它是挡住往左边不要摔下去，但是看到了这一条应该是。这里是有个人吗？哦，是一棵树，我也是一个人站在。我也觉得很像，上面是个帽子，下面是个手套。我们眼睛的那个视觉辨识，有一个人站在这里吗？而且在树顶，而且还动也不动，还在看方向。因为常常有人会站在原地看方向，是这样吗？但是为什么在树顶呢？我不觉得他是在树顶啊，是觉得他在一个凸起来的地方。哦，我刚看是树顶，我看不是，这应该都超凶的吧？等下是就陷下去了。我看镜头上什么都没有，你也是，嗯，但是上面很多哎、欸，嗯，上面就算了。妈，又拉好高哦！哎、欸，这边看起来左边不等下，被围起来了。我觉得这没有压，这一滑会被山崩啊！是不至于吧？我是说北海道没有进去那么恐怖，我说这几天这两三天全都下去巡视了。哦，能能哦，现在才20耶，27耶，拉很高耶。你这样热身够吗？啊，热身够吗？应该还可以吧。这里是可以滑的地方吗？很松耶，很妖艳，看起来很松。应该说这里都是没压过，嗯，有压过的话不能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插一根插一根的，好危险。我应该会走右边，还是现在就拉去滑了？好、啊，我完全没有，我只有昨天稍微看一下。先滑回来的路，先滑一次回去。好冷哦、喔，其实就更冷了、欸。坐着不动，吹风真的，风一直吹就会冷。我现在还是一样的下巴。嗯，好冷哦！
这个人从里面出来耶。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我现在让我的手回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。超冷，应该要戴羊的手套了。对啊，应该要戴的。手套是还好，戴口罩的不行。当耳朵也很恐怖。那个帽子很有用啊。
滑不太动哎、欸。好、哦、滑不太动，对不对？